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的妈！都闪换闪，还不跟我换？不跟我换就去死啊！这把能不变身吗？你现在刷一本魔法书，这把就不变了。可惜了，要是没买血瓶的话，我就给我买875了。差了20块钱的凯旋钱，不对，带凯旋的话就没有寻宝了。哎，我到底要怎么刷野？我在干嘛？哪儿去的黑色玫瑰？打人分担应该把延迟关了的，我忘记了。打人分担不该开延迟。人车好凶。我没闪了，不太想把那个有闪。蓝博被这个东西给单吃，还挺菜的。蓝博被这东西单吃，现霸呀！不如秋风似的，不如你爹呀。咱们啥时候还有机会？感觉那石头应该没输。或者月中路好像也行。我就不该存在，所以我就是最好的。不太行，拜拜。一下黑暗收割 A 死他。玩的真不行，还国一凯，没你行啊！你来当呀？那你在叫什么啊？我的妈呀！我和别人都不一样，我更厉害。现在是不是都合去了？是的。为什么 W 捏这么死啊？不能轻易放啊！他没伤害的，你们看我平 A 147 W164 平 A 不会空 W 还会空，你放 W 时间就给我打一下平 A 了。他只是用来留人的，还有打 AOE 的时候可以用。急了，我操！你哪只眼看到我急了，兄弟？我是感觉你挺急的。哪来的热度啊？没有热度。急了。行，你别夹了，是的。你妈被夹死了，你开始在这叫了。我为什么不打个星矢再回家？有道理，呵呵，不想等了。
我打个星矢的话，我刷野顺序就不规律了。哦，五分钟六级了，大伙。他叫欧内斯特。五分钟六级了。哎呦，我看一下，小龙被我惊动了，本来是没月下的，小龙动了还月有皮，先把龙干了。你看的人还没秋分多，你爹都不敢这样说话，你在这说了是吧？不是，感觉你真搞笑的。还好我没有尹江的粉丝，不然感觉还挺丢人的。秋风不是他爸，所有人都是他爸，主要。你没发现吗？现在鼓手雨又成他爹了。我其实也不需要只是他的爹有点多，难比不了。后悔了，还得等点钱，别走了。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我也觉得。你和你的粉丝都一样，是一样，都是你爹呀，没问题啊。那你想错了，全场就你一个低呢。爱蛋怎么输？一般情况都选红蛋，出三六刃的时候可以出蓝蛋，这边爆发度高比较高的时候可以出绿蛋加点容错。你七分钟变身，看阵容的，他妈打了一集团，查理估计有眼。我们还有六首歌，都只写了一半。我操，那走一半回去了，不会玩了呀，兄弟！打了钻石，不是打了钻石，我操！明显还剩一个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也够怨你了。需要练，你确实得多练一下。给他妈爽了吧，确实。我是不是有点太好心了，那伙？我操！中草回去，
这两个兵留着也没意义了。还可以打中路吗？有点弱，不推荐，实在不推荐，太弱了，基本谁都打不。以前还可以打，改了太多东西了，基本玩不了。不同意吧，我还是去下，我这波不太想去下。哎，确实应该下下去的感觉，后悔了。阿森有大哎，哎，我不炸，我感觉他们要炸，宝石没大，有点搞了，我没下去，有点后悔了，我该下去的。阿森刚复活就死了，哎，给他宰了吧，看你不爽了。当我的面想杀我队友，不给他365套餐吗？哎，不着急，毕竟活这么大不容易啊，也让他享受一下生活。什么时候来开第一件新事？新事百搭，什么阵容都能出。两枪剑没回家，把龙破了。无所谓。还是眼吧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眼。我操！完了完了完了，不大了，不大问题了，我1000块。我操，这男枪吃了这1000，估计经济要跟我差不多了。男枪真点，那第一个 W 空的有点伤，第二个 Q 被打断了。杀这个在干嘛？怎么去追这个东西去了？哇，我又送了个终结，杀单枪啊！哇，那最后一下竟然 A 出来了，哦，难搞喽。摸到优势了，哎，这把这么完美的节奏怎么打成这样了？中路太菜了，这怎么能打成3-8的？带了太多波节奏了。女枪出了千血，移速太快了。小心点，不能乱走。完了，完了，不过他应该秒不掉我。
现在问题就是女枪和男枪，一女一男。还好，我这边挺脆的。为什么？是期待的反线加新的东西。想现在做什么？对面上路两个盾，打野一个盾，中单不对，补一个盾，中单一个盾，好像也没必要做狙射。主题，这些任务好一点。我又闪现控了个 W， 两个闪现控 W 了，开一闪 W 就好了，浪费两个闪了。26
不太好。活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高手。嗯，好吧，高手两个。